اهو خليتي ليه؟帮我卸一下 B D I 卸去。好一点嘛，好你，我还问你还上厕所吗？帮我卸去进来，表弟。OK B D I 啊，哎，早上好，早上好。你写 script 啊？我写了咯。你写吗？哦，我写美式早餐啊。哎，教大家做简易的美式早餐啊，来，请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啊。等一下先，我要卸去我的那个表弟好主意啊。教大家做简易版的美式早餐，说我们是用这个烤箱啊，你要开麦吗？开了，开了。你突然间一下子这样，我吓到一下。不是问你咯，这样快走了。对不起，我来，这个是什么菇啊？这个？这个是 brown button mushroom。brown button mushroom 啊， yes. 来，请帮我们分享来，不用害羞来，给力的分享啊。说我们有 hash brown 啊。啊，常见的美式早餐啊，就要自己 DIY 啦、啊。对，我们要轻松的在家完成。哎，有我们的 language 小明啊，啊，给小明讲讲，这样教你什么？我叫小明就好了。OK， 来叫小明啊，不认字 language 来。Hello， 小明来。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因为平时如果大家很喜欢去 cafe 的嘛，对不对？对。啊，然后 cafe 如果你去到你。很多，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叫这一个的，因为它就是一种，就是它虽然是看起来很简单，其实你在家也是很轻松做，但是当你去到 cafe 的时候，你不懂这么，你就是很想点它的，因为它好像很 variety 啊，很多东西吃好像不用一直吃一样的东西，它有很多种类给你选择，然后你每次去到、哦、你会看它的 description 的，通常那种 menu 都是没有照片的嘛，你就要看它是写到一。很长很长的，对不对？有 ham、啊、sausage、啊、这样的，然后你可以选择要 ham 啊，还是要 bacon 啊这样子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轻松的制作这个四人份的 breakfast， 应该是每天20分钟就可以弄好了。哦，20分钟做四人份的那个早餐呢、欸啊？这个超值啊 ！OK， 所、so, 以很简单，首先呢，你就是准备你想要，你可以买好一点的 sausage 啦 ，OK， 因为你自己吃嘛。如果你在外面的话，你不知道它。给你怎样的 sausage？ 你知道在外面吃一份美式早餐要多少钱吗？20多块就便宜了。40多块也、啊，三你二十多块吃那种？那种是很看地方看地方，你要看地方。普通咖啡啦，30到40块要啦。OK， 好。So 啊 ，ham 或者 bacon 你自己喜欢。OK， 我们准备有一个 ham、啊。然后我有准备一些小番茄啦。Cherry tomato、啊。你可以不要烤，或者你要烤 ，Mickey 是讲要烤啊，所以我们就。没有，我只是我不会煮菜。哎，你不要这么。粗鲁，这种要 handle with care 的，你看断掉了。哦、，sorry， 好，不好意思、啊。OK， 来，这个是 cherry tomato 啊。所以我有稍微刷一点点油啦，刷一点点 olive oil， 有放油的，一点点刷了一点点 olive oil， 然后因为我们要利用我们的这个 FIA 的空间嘛，它有三层嘛，对不对？三层，所以我们要一次过做两层的东西。OK， 所以这个 hash brown 呢是会比较需要长一点时间的 ，sausage 会比较短一点时间，所以我的上层我要放这个hash brown， 然后我还要炒这个菇啊 ，OK， 来炒这个菇啊，这个菇就是 brown button mushroom 嘛，应该大家都懂吧？来，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OK， 它叫 brown button mushroom，OK， 所以你可以如果很多人是讲这种 mushroom 是不需要洗的，因为它的生长的过程呢，它不能受污染的，如果它受到污染，它就不能了的，所以呢，如果你可以用一个湿纸巾来抹，然后切片，或者是你真的要洗的话，你就冲水一下，然后你就抹干净它咯。其实这种菌类不用洗都不用紧了，因为哦，它们是干净了。对。如果肮脏的话，它们有细菌的话，它们都死掉了。对对对啊，所以 OK， 所以你要拿一张这个。等一下，你这里是有几粒的？这里是四粒，因为我的很大粒啊，所以其实是看你、啊切片啊、你自己啦。哎，有 garlic。Okay, 有，我有放。两半的咖喱，两半的咖喱切片啊，四粒大的这个啊，比较四粒，好像这么大粒的咯。刚才我的那个，所以我会放一点盐。什么盐呢？这个？什么盐都可以的，其实。啊，你放一点盐就好啊，少许的就好，不要太多啊。然后放一点黑胡椒粉。来，撒一点黑胡椒粉啊。一点点就好，一点点盐，一点点胡椒粉就好。如果你很喜欢很重的胡椒粉味，你就放多一点哦。这个烤出来应该是有点深色黑黑这样子，是吧？对，它是炒出来就是深色的，所以我会放 butter 啊。butter 你放多少？
butter 随意的放。我会放比较多啦，我觉得随意放啊，你可以放厚一点啊。所以这个是 salted 还是 unsalted？ 我这个是 salted 的，你可以放 OK， 我们是带盐的那个。如果你不想太吃太咸啊，我觉得这种菇类要咸啊才好吃啊。OK， 这样呢，你就可以跟他，如果你喜欢一点香料的话呢，谢谢 你可以放一点，看你家有什么啦。我会放一点 parsley， 像特别的这个 parsley 来的，这个是 parsley， 就是鬼佬的那种香菜这样子的。嗯。放一点，当然你可以买，哪里都可以买的。巴西利啦，巴西利，他怀疑就是叫巴西利耶。OK， 这样你就给它包起来。来，我们用细纸包啊。嗯。都量，你有没有分到上下面吗？没有，其实没有分的，因为你会看它的 packaging 哦，它会讲两面都可以用的。哦。你终于把谜底给揭开了，我们一直在烦的那个谜底。有写没？有，我上次买的那份它有写的。我回去拍照给这个没有写，这个是没有写，就是说你不管你是有亮面，其实是两面都可以用的，亮面或者是不是亮面、啊、如果你家里的你去注意它有写的，其实是两面都可以用的。来，早上好，早上好，帮我们分享我们的视频，来给它突破一千人啊。 OK， 好不好？就这样子，你就放在这边刚刚好。好，跟那个 hash brown 一起啊。耶、yeah. 这个是 hash brown 来的。是的、okay. 这样我就把这个放在上层。喂，为什么要去上层呢？要给它最热啊。对，因为 hash brown 它 OK， 我们总共有三层啊。像好像我每次炸那种frozen 的东西啊，那种好像那个薯条啊 hash brown 啊，我都会放在比较上的。OK 啊 ，OK， 所以我们放最上层啊，有三层啊。这个呢，我就放在这里。中层啊，底层啊，这个是放最底层，中层没有放东西了，因为不够空间了啦、刚刚好的。啊，我们一个烤箱里面呢，一次过做四人份啊， yeah. 就是爸爸妈妈。有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啊。我直接用这个220度啊，然后它摆 default 哦。OK， 我们放分快啊。所以我们是220度，20分钟。OK， 这样我直接给它走，因为哦，你不知道那个 sausage 跟那个 ham 哦是要多久的，因为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小的 sausage， 或者是比较细的、啊、或者比较粗啊，所以那个时间大概是七八分钟，这样你要大概。你可以模拟的一下啦，所以现在我给它烤这些、啊、要不要反身了？不用反啊，不用反身 啊，因为我们都有上下火的嘛。啊 ，OK， 看到吗？所以我们是用薯条，直接220度，二、yes. 十分钟啊。对，可以浇优格吗？可以啊，可以啊。今天好像有一个人 text 我。可以啊，优格给我安排一下、啊。来，我们这里你们想要做什么，你们可以提出一些意见啊。OK，OK。所以过后呢，我们就还需要鸡蛋嘛，对不对？哦，对，有鸡蛋了，对。如果你的家你不想要煎蛋，也弹到那个整地都是油 啊，灶炉都是油的话，你可以选择用 FIR 来煎蛋，或者如果你真的是。在这个 at the same time， 你想要去煎蛋也是可以的。用 A 白叶的煎蛋。啊、OK， 所、so, 以这个呢是你可以看你家里有什么。像这个呢，这个、是鸡蛋模我是这个是一个 muffin pan 来的，你可以做 muffin 的。muffin 的那个来做 muffin 的那个模来的。或者是你可以选择用这种是耐热的碗。哎，这个可以放那个烤箱里面啦、啊，不会爆啊。这种是耐热耐热 ceramic 来的。哦。你要确定你的东西是耐热，可以耐热的啦。OK， 不是 plastic 不可以放进去咯，所以我们涂了一层油在这里。所以这个我放一点油，然后我就在每一个这个地方就打一点鸡蛋过去。其实会浇优格啊，会考虑啊。啊，我尽量啊，我会安排啊。我觉得我去那边打比较好。没有信心哎。不是，我打了人要丢掉嘛。哦，给给。OK。然后就因为反正你现在也是要等那个。你的工具很特别呢，这样可爱的，你看。他也钻鸡蛋的，因为我不喜欢。这种是专业的。OK， 你就每个打一粒咯。等一下，我们就是要来烤蛋的嘞。煎蛋，气炸蛋。气炸蛋啊！这个我看的孩子都会啊。上次我对对对，我跟你讲，这种哦，就是很可以让你的孩子很容易的操作。像好像我是不会煎蛋的，因为哦，因为我觉得自己在家煎蛋哦是很难煎到。你不会煎蛋啊？就是你不能很难煎到一粒圆圆的出来、你一定要靠一些工具的嘛，明白，才可以煎的嘛。这样当然啦，你要圆的话，你一定要工具了啦。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方式是很不错的。所以等下我们还会弄热这个，这个黄豆， Big Bean， 不要拍的牌子这样子， okay, 是吗？我不要买好一点的豆哎，怎么讲？这个好没？随便一个黄豆啦，
有谁喜欢吃黄豆啊？这个是应你的要求才要的，不然我是不会。是啊，我有讲过黄豆啊，够了。是啊，因为我每次吃美式早餐一定有黄豆啊。因为我是不喜欢吃那个黄豆的。啊，很多人不吃哦，真的哦。嗯。对，真的很多人不吃黄豆嘞。OK，so 我们这个放住。OK，so 等下我们还要有面包嘛，对不对 ？OK， 那有面包啊。OK，so 我们现在可以切面包。哇，微定的时候我们可以切一点面包。有美式早餐有放阿瓦加多的吗？我等下想要搭配一点，不可以？我主要是想要表达 okay. 啊，没有限制你们发挥啦，你们要放什么材料都可以、啊。没有，我想要表达的是哦，你在家里可自己做的好处是什么？哎 ，the egg container where you buy 啊 ，this is not egg container 啊，这是 muffin 来的。他是讲这个是吧？哦 ，sorry 啊，给晚上在哪里买了一个？伟大的淘宝，淘宝从淘宝啊，你可以去 Shopee Lazada 找啦 ，Shopee Lazada 买啊，都是可以找得到的。OK， 因为我觉得很费耶，那个来装蛋的地方啊。什么 ？OK， 我会准备 avocado， 然后我也有准备那个生菜，这个。因为你看啊，不一定这两个东西根本格格不入的东西啊。没有，你看啊，我上网找了很多了，你看我不可以，我一定要平反。这两个东西是格格不入的东西，放在 Breakfast。没有格格不入，你出去外面吃的时候，你会看到有很多是有配的。来哪？你看，来看一下。你看，人家就是会配小的菜，看到吗？啊、不然的话呢，带点清清、啊、人家也会配。哇，好用心啊！看啊，真的是。是啊，我真的有去找的嘞，哪 Big Bean 的，现在就。西北笑啊，真的是找这么多图片来做 example。那 avocado 看到没有？真的有人放 avocado 的，好不好？是的，是的。所以就是你可以任意搭配，如果你喜欢吃 avocado，、你可以放 avocado。任意吃、啊。如果你喜欢放 salad， 你可以放 salad。如果你都不喜欢吃菜的话，这样你只是吃。这样就可以了。就可以了。OK， 连 tomato 都可以省起来。如果烘一个大面包，像咖喱那样面包这样啊，要多少度来烘烤呢？啊，用160度，你那个整个 loaf 的那种，你盖着的嘛是？160度，大概是35分钟。35分钟啊。啊，放在底层哦，放在底层开始给它烤。Okay. 我就是喜欢吃黄豆了，好好吃啊！我也是喜欢。来，我去看一下我的东西啊，几分钟啊？来。啊，这个是 after 5分钟过后 ，OK， 还可以再给它一次过做4人份啊，其实很方便啊，这个烤箱。是的。啊，一箱在手啊，啊，早餐没烦恼。对。啊 ，OK， 然后我们就来准备我们的面包，吃菜啊，水果啊，会比较多健康啊。嗯 ，OK， 面包你可以准备，如果你喜欢吃这种方面包，面包你就准备方面包咯。这样脚边的皮可以去掉了，你可以烤栗这样去啊。不要啦，有边比较美的。有边比较美啊。等下你烤了它就会很美啊。OK， 所以你可以选择四方面包，或者是你可以选择 sourdough。sourdough。OK。华语叫什么？沙瓦多。沙瓦多是酸种面包。你看切得很美啊，它的那个，它的是不是很美？它的牙齿没有了嘞。耶、yeah, ，看到吗 ？OK， 所以、这种硬的面包啊，这就是沙瓦多、啊。一定啊，你看你一定要用。来，我们准备一个沙瓦多啊。嗯，这样子切。要切几厚嘞？这样啊。Where do order toast bakery item？ 什么意思？你 bakery item 啊，讲你哪里买的？哪个那个 muffin pan 啊？ This one 啊， muffin pan。这个在烘焙店就可以买得到了。在那个 bakery shop 啊。来，这个机械在哪里买？来，你可以联络我们啊，我们有卖啊。等一下，小明他会联络你啊，在这个主页就有卖了。这哦，这是沙巴多的、啊。耶、yeah。它是硬的。嗯，它是硬的，所以你。它是硬的，然后你再烤化应该会更硬啊。没有，它就是烤一下子而已。好。我们在一家可以吃厚一点，因为这个面包我已经买了几天，本来那些也是要做，放在冰橱。好彩你讲出来，不然我想要吃了，够力了，买了几天了？还没有过期的啦。啊，他不嫌他嫌的话，他不够酸啊，要再酸一点了，放久一点。切多一片。给来，我们再切多一片啦。来，你们吃了早餐吗？不用吃了啦，等一下午餐就到了啦。哦，早餐没有这种就是 brunch，、啊、就是你从每次出去早餐和午餐一起吃啊，就是、啊早餐午餐一起吃。对，早餐午餐一起吃啊，你可以吃贵一点啊。OK， 所以等下我们就要弄热这个面包。OK， 就咁啦。OK， 我要买这机械啊，可以啊，可以啊，这个1388。
等一下神明会联络你啊。啊，你写 PM， 等下我会 PM 你啊。啊，也不可以给人家看到我买什么面包。怎么不会？没有啦，讲笑而已。OK，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我的东西好了。好、欸，不然我就可以摆盘了，真的是太轻松了啊！差不多了，因为这种东西都是熟的嘛，所以其实是 OK 的。看你要烤到它几黑，怎样讲？哦，现在已经是熟了啦，是啊。它每门都是熟的东西来的嘛，还是解冻？要给它烤多久啦？看啦、啊。现在是八分钟了啦，啊，看一下，拿出来，你看它的tomato已经皱皱了。啊，这样你把萝卜都拿出来先了，我觉得。不用，我觉得是更好的啦。你看它都已经裂开了，看吗？哎，都可以吃啊。是啊。还要烤吗？像这个我要拿出来。还烤八分钟吗？对，我要先拿出来。OK， 要放面包下去了是吧？没有没有，我要放我的鸡蛋下去先。OK。OK， 所以这个哦，我就放一个这个网架，你不可以直接把东西放在那个铁啊，因为这个铁是烧的、啊。对对对，那个是OK。像我就把我的这个那个管道是热发散热度的啊，鸡蛋放进去 ，OK， 都上面那个 hash brown 还要再烤是吧？对，因为那 hash brown 没有那么快的。啊，你整个放进去啊？放得下吗？你要把上面 hash brown 拿下来可以啊。嗯，没有，我要。你不能拿一个小碟来啊？可以，我懒惰嘛。我们看有什么最方便的方法可以做完。OK。哦，赢完了，哇！就这样，对，每一米都是懒惰的。OK， 给它继续。OK， 来继续烤啊。OK， 所以我们八分钟，我们去取出这个，就是比较。这我们有 sauces， 有 ham， 还有那个 tomato。我先切这个 avocado 先。啊，给它 avocado 来。avocado 应该不用烤瓜。不用啦，不用不用不用。因为我们现在可以摆盘了嘛，等一下那边好了，我们就可以。对啊，摆盘就是一个艺术啊。啊、哎，拜四你要做中餐吗？好像生熟蛋啊这些啊，我觉得可以啊。你试试我们今天做了一个美式，然后我们请问你的熟蛋哪里买？我们这个看起来有牌子哦。我们可能会会卖啊。啊，可能会卖这个熟蛋啊。嗯嗯。熟、吗？整身汗，你的手。谁？一看就知道不会切了。哈哈哈哈哎，你拿一个刀啊，这样子切在中间的，我把它拿上来就可以了。Where and how to order toast? Measuring spoon, knife, baking tray, wrestling crease, and any deliver to Singapore? Yes, sure. Yes, yes. 但是、那个 baking tray 我们没有 ，muffin tray 我们没有卖的啊，你可以去等一下后面买啊。小明呢 ？Will PM you 啊、嗯、？OK、嗯。OK，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 avocado 啊，很危险 ，avocado 很美啊，哈 ，avocado。这一盘呢？你要切成这样子一条一条一条啊？不要不要不要，这样子就好。我等下要撒一点那个盐跟黑胡椒。这个你拿一把刀哦，切中间就可以了。这样子。嗯，大大力。我拍。啊，拿上来。不能。不够大力啊。OK， 你用你方法了。你注意哦。对吗？你弄到我很紧张哎。你用汤匙挖啦，这样子。我是打算用汤匙挖的，其实。哎、欸，我觉得把那个碗拿出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啦，我有了方便的啦。啊，直接没有拿，直接来喂，直接来喂了的。我要怎样拿、啊？等一下，我想一下。我帮你拿来。你可以没？我拿住，我拿住。可是我已经。我也未必成功啊。你我的手啊，我的手。它本来是连着的嘛，然后，但是你又跑出来啊？是不是因为它不够太熟？啊，你用汤匙挖了？是啊，我都讲是这样好的了。拜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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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弄到我的 presentation 不美了的。啊，你盖上去也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样子就好了。哎呦，你懂吗 ？OK OK OK， 我先要撒这个。这是什么来的？啊 ，chia seed。哦 ，chia seed， 奇异果汁啊？哎、果，叫果汁吗？是吧？没有奇异籽。奇异籽，对，奇异籽，对 ，chia seeds 啊，很好啊，你可以放水、那边冲啊，可以放一点，哎，全能的，来，谢谢你们，来，谢谢支持，那你看这样子是不是就有那个感觉？很硬哦，好像硬硬来这样感觉、啊，不会 ，OK 啊，他喜欢就好、啊，你放一点，你可以放一点盐 ，OK， 你可以撒一点盐啊，
我甘愿你放那个 black paper 还好一点。肚子饿了啦。哎，肚子饿了没有得吃啊。然后你可以。肚子饿了。OK，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摆盘了。哎，我们摆盘了。我要哪一只？这有没有烤肉 ？OK， 所以就很公平的，要一盘有一个。你可以买 German sausage， 我觉得 OK 啊。哇，你们四个盘都不同啊。有没有？因为我的家没有一样的盘。哎，这盘是你家里拿的？是啦。这里有盘吗？我喜欢我家里的。这人有。来，我们继续摆盘。等吃的心情是这样的。Okay. 然后就很随意的啦，其实都是过后你再调啦。随意，我们是。很随便的啦。可以这样。你不是给它盖上一个杯这样子的哦。怎么不要？所以你在家就是可以很轻松的做这种东西，知道吗 ？OK， 我们说要啰嗦啊，耶，要啰嗦是一次过煮完了、啊。哎，美式早餐啊，就是简单的啦，均衡营养，有菜有肉。你的菜是阿伯哥小孩子最喜欢的。OK， 你可以放这个 American breakfast， 这个看下去就很高级的感觉，因为这个 tomato 的关系。Cherry tomato， 这个盘比较大，所以这个要放多一点东西。偏心啊，就对那个盘好。你看你弄掉我的朵梅，你看它粉丝了。不好意思，我的错。来，这个放这里。随意的盘数啊。随便的啦。随意的。看那样子是。我是很随意的。看得出。哎，你蛮会拿筷子一下的，很多女生不会拿筷子。我是很值得什么？有没有莫值得骄傲的拿筷子？Miki 不会拿筷子的 ，Miki 拿筷子是这样打叉的。总之你可以喂到你， okay. 你可以喂到你嘴巴去就可以了，我觉得。切下去，转一下，那种子就容易出来啊。来，没有关系啊。不用紧啊，我们等下再。他喜欢吃种子，有些人喜欢吃种子的那个阿瓦嘎多，对啊。OK， 我们来看一下。OK， 它就是这样哦。你看那鸡蛋成型了嘞。是不是很可爱嘞？啊，有煎鸡蛋。Yeah.太得空了，这个啊、做这个 你,、啊、你在家是很轻松的。这个烤炉啊，你这样也不是烧到那里去，先多少度这里？这边先用这220度。220度啊，是吧？嗯、220度啊，我们来罐头啊，要吩咐啊，记得要开盖啊，才放进来。有开盖，我开盖。最怕新手忘记啊，哦、很危险。我没有开盖啊。有开盖啊。会不会爆炸啊？不会啦。OK， 如果你想要放一点菜的话，你可以选择放菜啊。啊。但是 Miki 讲可以放菜，我没有讲不可以啊。我超爱吃菜的，那你会叫人家不放菜的？啊。OK， 所以我们就放一点菜。好。这个菜是不用再洗了啦，因为它已经 triple wash 了啦。Triple wash 是什么？洗了三次了嘞。No washing or rinsing is required。啊。OK， triple wash 的菜是可以直接吃的。洗了三次了。嗯。OK， 你可以放一点。对啊，我们吃 brunch 啊，现在要那你看这样子是不是很丰富的感觉呀？哎呦，给放一点。哎呦，主角是那个 cherry tomato 嘞。感觉到啊，你的 ham 啊，应该要两片啊。哎呦，培肯是最美啦。培肯本来那天星期四做的话就有培肯的。你知道为什么美式早餐啊 ？American big breakfast，American 就是大致的感觉，所以东西要多，要满满的。然后我们一定要做到很满很满，然后没有味了嘞，还有你可以考虑放 mushroom， 然后还有面包，你可以考虑放那个午餐肉了啊，都可以接受了，没问题的。这样有这个就不要了啦，这个碟子比较小，不一定每个人都喜欢吃这么多嘛，所以你就放一点了。啊，我们就是很青菜的，来，还有五分钟啊，它蛋都好了咯。其实你看，你要吃，如果你喜欢中间，我喜欢这样子黄黄的，那个深深哦，其实现在就可以了，因为等下你还可以点面包那个蛋子、啊。OK， 我们就好了啦，这样我们总共用了耶16分钟。都是神秘的错，拿那个这样小的那个盘啊。OK， 我们它的盘没有一个 standard size 啊，就是 random 的它的盘。我们先把这个 hash brown 啊，哎呦，忘记就装啊，啊，可惜你没有得吃啊。我要把那个 mushroom 扫出来，啊、mushroom 放下去就一流啊， mushroom。OK， 我们现在开。你要在前面做吗？还是什么？你要拿这些东西出来先吗？嗯，不要，等一下先。OK， 这个你看我们的鸡蛋，一流在手啊，早餐没烦恼啊。耶、yeah. ，
所以我们这个打开，你要有一个手套咯。米奇一定吃不饱啊，哈哈哈，弄得非常美啊。你们哦，哇，你这个香到，我觉得你这个还是主角咯，超香啊。OK， 你就可以这样子，看到吗？哇，真的是香到这个这真美真美真美，真好吃，香到啊！哇，香到啊！我都佩服自己，看着、哎、都是想吃啊，饿了啦。你放牛油吗？有牛油放吗？黑胡椒、啊、有放黑胡椒、牛油还有 parsley 啊啊，哇，多利。然后你就比较多利香。嗯，你就分哦。我觉得你菇不够多、哦。够的啦，你吃的到这样多吗？一个人。才那一点菇。哎，请问鸡蛋220度用了多少分钟？刚才16:8分钟这样。8分钟啊，八分钟。如果你看你要更熟一点的话，哈，你就你可以观察的啦，其实。啊。它可以开这多。stop 一半了，然后你去看一下可以不可以啦。是的，这个比较大碟，所以它有放咖喱的啊。有啊，放咖喱。啊，有放咖喱的。这样子就可以了。这个比较大盘碟子，但那碟就是我的，因为永远都不公平的，永远没有公平这句话。等下你不是你先就那一盘就好了，其他的随便摆就好。OK， 这样子，因为等下我们还有豆嘞。哦，对对对对，还有 hash brown， hash brown， 哇，真的是还有面包哎，哦，还有面包哎，没有味放了，啊，这满满的感觉啊。OK， 这个 hash brown 哦，你就放这边，这个不可以放太小个啊、哦，这样就放这里。我知道你只是做三个 hash brown 啊，这个永远不公平啊，这个给表弟啊。有 avocado 哎，那个 avocado 给他啦，这样好的东西、嗯，这样子还是要放这里，这边啊，还是放这边，等下有面包放啊，要看到的。OK。这样子就卖你多少钱了、啊？外面40块，我一定卖你40块。来，请问是用 air fryer function 吗？对，我们是用那个 French fries。French fries。OK， 这样我们现在还要把这罐拿出来。黄豆。黄豆。那蛋呢、啊？你要先摆了先吧，才放黄豆。哦。我觉得你先拿出来先。那你先拿蛋出来先。鸡蛋。噔噔我觉得你的手很好笑。不是 ，OK， 所以这个哦，你看它还有水水的，然后你去。舌面美女很厉害，对呀、啊，什么都会做啊。你就这样子跟它。来，不要用这个细纸可以吗 ？Mushroom 啊。你这种啊，不要用这个可以吗？你用 baking paper 咯。Baking paper 也可以啊。放这里。可以，可以，都可以。还是放这里。随便啦、啊，不可以随便的。我们做人不可以这么随便的。你看路人肚子很饿哎、欸，水路人，我们就是要这样子，然后人家就哇，呼气呼呼谁干嘛 ？OK， 这个放这里，然后面包等下放这边，然后那个面包等下放这边，先摆了先啊，你是有点不耐烦啊，真的是想骂人了，怎么讲？你看啊，你做这个东西最烦恼不是那个过程啊，是要摆盘啊，不然要怎样摆盘啊？所以外面卖你这么贵，是因为摆盘的关系啊。这个很刻薄了，这一天什么都没有了。最可怜是没有 hash brown 啊，那最可怜的，嗯、啊，因为 hash brown 不够啦，只有3片嘛啊。等一下还可以，如果你要2粒鸡蛋就更豪华咯、啊、我觉得这盘要放2粒鸡蛋。啊，够了啦，快点，我饿了，快点。还要烤面包嘞，快点嘞！哦，是哦，我应该这个时候放面包上。来，先放面包先啦、啊。你们 ignore 我摆盘的这段时间，啊，先放面包。我把东西拿出来过后啊，要放进去的。面包要烤多久？2分钟就可以了。来烤面包啊。嗯，所以整个过程呢是 within 20分钟的，因为刚才我们是剩下4分钟的。也是220度啊，2分钟就可以了。嗯。OK， 烤面包啊，放最上层那边啊。嗯。好，收上来。哎哦，这里，哎，黄豆哎，你要放黄豆嘞？有灯，黄豆你要放中间的嘞？黄豆放中间，这样移一个位给它喽，这里哦、嗯，可以吗？可以啊，没问题啊。你呢？先全部拿出去点啦、啊。啊，这个你可以选择放旁边哦，我觉得 OK 啊。这个放这里哦。嗯 ，OK， 就可以给它大家不同的感觉、啊。来，青色是什么果？青色的是 avocado 牛油果。就要拌这个。你不喜欢黄豆，你可以不用放黄豆啊。啊，我觉得做给小孩子一定要黄豆了。为什
小孩子不喜欢吃黄豆，就是喜欢看孩子不吃黄豆的感觉，超有感情，很有满足感。OK， 就系咁啦，就咁啦。像这个我要放，这个已经很可怜了，黄豆不给拒绝了。像这个放旁边啊，也是，哇，很香哎，我买的这个有 cheese 的味道的。哪里？这个黄豆。哪里？嗯，有 cheese 的。有 cheese 味道哦。嗯。这么夸张啊？就系咁。Oh my god！ 超赞超赞。所以你，如果你是平时够饱吗？你认为？怎么会不够饱啊？这么多东西还不够饱？我不知道人家的分量是这样吗？我觉得这个可以放两粒鸡蛋。蛋可以放在碗里面烤吗？可以啊。可以啊。要买这种耐热的。耐热碗，耐热碗、啊。耐热的碗，这叫什么碗啊？这个是不懂人家送我的。哎，黄哥买过牌子随便啊，随便你觉得好吃的。我们是鸡排的，我们没有特地跟人家打广告说不用紧、啊、你什么牌子都可以、啊、哎，你的面包好了好了，哇、okay， 刚刚好待命，很会算啊，啊好吃，我要吃啊，没有机会吃了这个 okay， 我先吃先啊，不好意思啊 okay， 你这样摆了够我、哦、你看它、啊、不美了，哪一个？哎，感觉上这个应该要放中间，是哦，你这个放中间，我就提醒你放中间了，反而你这个是最美的，太缭乱了。OK， 等一下我们就拍这一张。嗯 ，OK， 我只喜欢吃黄豆煮鸡蛋呢，我也是很喜欢的。可以了，你看它有一点微微。你少了一样东西。什么？牛油。牛油不在那边呢。哦，是啊是啊。丢一搞下去就是了。OK， 可以，有牛油有牛油。这个放好了放这里吗？对。啊。这样就看不到我的 mushroom 了哎。啊。这样。啊 ，OK OK OK， 那 mushroom 你可以再多一点了。这个？随便放啊，饿了啦，加在菜上面啦、啊，啊，也可以也可以。这样啊这样啊，这样就很满了。啊，你要满满的感觉啊。嗯。色味香俱全啊，这个随便啦、啊，这个。怎么你对它放前面？它没有 hash brown。没有 hash brown 不是 big breakfast 好啦，这个是我的看法。OK。随便放啦。这样啦、啊。这就这样，你啊，不要了，那个菜的不是弄到这么折到完了，你看，我永远觉得那个面包都是折的。你可以这样子，那个菜拿上来了，这样啦，这样啦，啊，可以啦，可以啦，可以啦 ，OK， 那面包这样子拍就好看哦。我要切一口牛油放下去，就整个升级，漂亮啊、哦！啊，星期六就这样子做给孩子吃了。Yeah！是不是很简单？你的老公两个孩子啊，加上你，这里外面就多少钱了？没有了。这里外面过百啊，这世界没有过百啊，不可能啊，都是要整三十块了咯，这样子的东西。OK， 就这样啊。太丰富了，我要讲请你吃的，太丰富了。好了，今天我们的这个就是有一个 idea， 让大家如何在二十分钟之内轻松的完成。灿灿肚子饿坏了，来，我给大家看一下有什么。我们有 hash brown， 有 ham 在底部 ，OK， 有那个黄豆、鸡蛋、sausage，OK，、okay? 啊，这盘然后我们有个菇啊，啊，那菇看不到啊，这个哪个？你的菇看不到，在这里，菇在这边。来，希望你们会喜欢啊！面包放在 ham 上面，哎，对哦，啊，面包放在 ham 上面吗？压压压这，菜也要在上面吗？啊，菜也要在上面，压压这就很好看了。嗯，这样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客官。客官们啊，可以顾客们，来谢谢你们啦、哎、是生的 mushroom 吗？ Okay， 是生的 mushroom 来的、啊、我们是烤了啦，这个我们已经烤好了，来可以透露一下星期四要做什么。星期四我们打算做生熟蛋锅壁点系列啊，锅壁点系列也是用 FIR 处理的，我希望可以完成。哎，我们的茶餐室啊不是有做烤面包、泰国面包 啊， 啊，还有生熟蛋、嗯、啊，还有咖喱面，什么都可以在这个烤炉里面做。咖喱面可是不可以等人家期待咖喱面怎样放在里面做 ？OK， 所以、so， 这个就是可以很轻松的帮你完成啊。神秘呢？你是薯饼是自己做吗？不是，不是，都是买的，我们都是买的，啊、因为很多人就是啊、他私信我，他讲其实他讲买这个 FIO 就是为了要方便操作，尤其是如果家里的小孩子也是可以很轻松操作的话，他们会更开心。他讲、啊、你不要做太复杂的东西，他讲我们就想要做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啊、对，所以我们就会做一些比较简单的。Okay。 啊、就是很轻松可以完成，然后这个就是你在家你这样看是很轻松嘛，但是外面卖你一盘是 不便宜的东西，对对对对啊，然后你一次过可以就
这样子就 set 得好，再配一杯麦肉刚刚好、啊。然后你也不需要弄到家里，好像油油这样、啊油油煎了一个 hot dog， 然后又煎 ham， 然后又煎鸡蛋，啊、又煎对对对对炸那个薯饼这样子，来是不是？你来把松放什么配料？啊，盐、胡椒粉跟 parsley 跟牛油，牛油是精髓、啊，牛油如果你可以放大搞一点，牛油很香很香，就是完来少了 bacon 肉啊，对呀、啊，我跟他讲少了 bacon、啊。因为那天其实我没有做到直播，所以我在来蛋可以放蛋黄吗？蛋可以放在钢碗和玻璃钢的可以玻璃也可以玻璃你要看你的是厚的玻璃还是薄的这样要多少度呢、啊、一样的我全部全程220度8分钟好、嗯、OK 有什么你们在 PM、私信啊他会一个个回答给大家好不好谢谢你们拜拜不打扰你们午餐时间啦、啊、拜 拜